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。有人说他帮唐僧取到了真经，封了斗战胜佛，从此留在了灵山。也有人说那个成佛的根本不是他，真正的他早就死在了西行路上。还有人说西游从来都没有发生过，他只不过是说书人杜撰的一只猴子。但我要讲的故事你们一定没有听过。成了佛又如何？那道箍一直都在你头上。张开你的口眼，我这就摘下来给你看。孙悟空，汝因大闹天宫，无以甚深法力，压在五行山下，幸天灾满足，归于释教。且习汝隐恶扬善，在途中炼魔降怪有功，全忠全实，加升大成正果，汝为斗战胜佛。那厮触犯了上天，玉帝立此三誓，只等击闲了米尽、狗舔的面尽、灯燎断锁挺，那方才该下雨嘞。
哥哥们，饮了这杯，我们一起打上凌霄宝殿。